Hello，大家好。今朝是2022年1月3号，我是 Jason。新年好，迭个是莫斯科红场，搿场狗都比较复杂，下起来挑战的区域非常多。葛末形状也变化比较多。搿是我起个草稿。草稿画了比较细，因为光线比较明亮，所以一个形体呢边侪非常硬，非常挺刮。所以我辣考虑我搿幅画的辰光呢，哪能来处理呢？基本原则我想是，大部分的区域是比较实，小部分的区域比较虚。所以搿个处理呢，和以前某些比较松的处理方法有些勿一样，主要也取决于参考资料的这个具体情况。现在夏天呢，天是非常光亮啊，用颜色呢，下半部呢是用搿个深红，一眼眼，上半部呢是。大面积的呢是蓝颜色，主要是天蓝加上紫过来。那么远景呢比较相对比较简单一点，是一些建筑物的尖顶。前景我现在来画的呢，因为阳光比较温暖，所以呢我拿前景的大部分的面积呢，侪用暖的色调铺一块。这里向呢有塑压、塑造，还有这个隔网为主。那中景呢是一些人物在了广场浪向，广场地面上呢是有斜起长的这个影子的线条，这个到后期再画。挑战的区域交关多，前景的这个栏杆的形状，特指这个光线的透过来的这个感觉。另外呢，这个透视要画了准眼。另外有三只球，石头的球，搿球呢，圆度要画了比较精确一眼，特指以光线的转折的变化要画了自然。那么另外呢，有5个。大蓝系的固定式的钟，不是钟，是灯。这个灯的点数呢是非常高、非常大，颜色非常深。那么一共有5只灯，中间搿只最高的呢是主要的。每只灯的上面呢侪有几盏小的灯。那么这个颜色非常丰富，综合色调来讲呢是比较温暖的。背景上像个建筑物呢稍微偏蓝的、偏蓝、偏灰，但是正面射过来阳光呢也打了了后面建筑物的墙壁上，向还有内分出来。现在呢我们呢是这个背景的建筑物，它是中景的当中的。一些树，搿树呢还是相当深，迭个就是没必要呢，以线部刻画出来，树枝、树干侪没个。我现在搿张照片的小度呢放辣桌上高，以便对照。整个的搿张构图里向的内容呢，侪要相对来讲，侪要交代清爽。迭个是最后头一只球，
石头球，每只球辣辣下滑处理过程当中也有区别的。这个油面那些背景上的建筑物呢，相对就比较圆眼，相对就是可以滑得松眼。这个地方进一步要加深。不过我画了超过3个钟头，因为内容比较多，特此对我来讲是难度比较大眼，那么花的辰光比较多，但是我拿伊浓缩成14分钟，看看整体的感觉，随后呢开始画，其中一只灯的底座，搿只底座呢颜色比较温暖一点，就中间这个最大的灯呢，最主要的这灯呢，搿底座就比较是，相对而言呢更加深。前头石头来管，要拿伊个形状交代清爽，但是又不能够画得太矮板，所以呢，这个里向呢是用运用搿种主要形要画正面，但是呢，通过这个水彩画颜料呢，拿伊搿个变化画出来。这个区域，我现在画的区域呢，是整个构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，要体现得比较清爽。这个光线呢，从这个缝隙里向透过来。感觉要画出来，这个是我所讲的其中一个节奏调整的区域。虚特之实，静特之松，是个相对的概念。所以松到啥个程度，取决于当时个环境，就是搿个画面个环境，特指伊形状个变化，再加上自家处理个个人个一种处理方式。搿幅画呢是几日天前头呢，我个英国个师傅示范过一张，伊讲过好多次，就是每个人要形成自家个画风，勿要画伊照搬伊个画个方法。搿能样子呢，才是艺术个真谛。所以，伊画个搿幅画呢，同样一个构图，伊也没做介许大个改变，构图浪向我也没做大个改变，因为这个要还原现实，没太大空间拨侬要改，侬可以只能够呢浓缩一眼个啥地方，特指取特缩呢空间勿大，搿幅画，所以基本上侪要画出来个。我也是搿能理解的。
搿酒呢，要拿一个不但要拿一个形状画准，而且要拿一个阴暗面的过渡过程要画准。因为这个酒辣辣搿张画面里向呢，是相当重要一个元素。一共有3只球，现在我搿只球呢，就是最远搿只球。左面搿只球呢是最大，也是最重要一只球。这个是球下头个地图，还有呢交代清爽。哦，现在开始画灯。总的来讲呢，搁辣画面里向一共有5盏灯，这个是最左面一盏。相对比较远，所以呢比较画得激烈一点。这个第二盏比左面搿盏呢稍微要强调一点细节，但是也勿能强调得太过分。那么第三盏呢就是最重要的，就现在开始要画的搿盏灯呢是最大的、最显眼，所以一个灯呢。要能够刻画得更加细一眼，这个细呢，包括里向的形状，包括颜色的这个处理，另外呢，我讲过，我的整个过程呢是一个，一个整个一个调整的过程，所以呢，侬要照顾到全方位，不能够辣辣某一个小的区域里向呢，花太多辰光去画。前头搿一张呢是一个屋顶。现在来画的是一幢建筑物的屋顶，是相对比较明亮的，画面呢就是比较深了，一个墙壁是相当深的，所以不需要交代细节，不需要过多的交代细节，只要简单的交代一下就可以了。右面现在我这个房子呢是更加远的，所以呢更加虚一点。马上就要完成了，再调整一下细部。右面的这块呢，我准备在最终再要处理一下，也就是讲再要送点。在了广场上海的人呢，主要是一个突出一个着红衣裳的人，特指伊旁边一些人，右面有2个人。再拿这个有一个画面的数字呢交代清爽一下，这个位置还是稍微强调一下，就可以完成了。OK，谢谢大家，这个是完成了莫斯科红场。